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我是台南市家庭情绪智商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刘仁洲。针对今天的主题，父母亲如何成为孩子的心灵捕手，我在想，绝大部分的父母把孩子生下来，他们都是爱孩子的，他们都是渴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有所成就。但是为什么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常常有亲子的冲突，常常有孩子在内心里面呐喊，为什么父母你不懂我的心？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个人也不是生来就是一个教育家，也不是生来就能够懂得怎么样经营一个家庭。我也走过一个彷徨的少年时期，我在青少年的时候跟我的父母也有很大的冲突，跟我的父母亲没有话讲，有时候吵架我还会离家出走。那我父母亲呢也气到说，以后你的事我都不管你了。但是我很感恩的是，在我毕业，大学毕业要走进婚姻、走进家庭之前，我有一个机会认识了一些朋友，也经过他们的关心跟帮助，使得我了解一个人的成长是要去看到自己。在我过去，我总抱怨我的父母亲他们不够了解我，他们对我的要求常常是不符合我的需要。但是当我学会了静下来听我内心的声音，去感觉我内心深处真正的感觉，我才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我才学会了如何去关心别人。那也因为这样，当我组织的家庭有了孩子之后，我也试着去了解孩子的需要，关心孩子的不是他的外在的表现、他的成绩、他的行为，更能够去体会、体贴孩子内心他的需求。孩子的生命有他自然的渴望，每一个孩子有他的天赋、有他的天性，那父母亲能够去体会这些，然后去帮助孩子成为他自己，而不是把我们做父母的渴望栽种在孩子的身上，也不是把我们小时候我们人生中的不完美，我们希望孩子来替我们完成。那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我跟孩子的关系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看见孩子，看见真实的孩子，而不是在孩子的生命里面一直在寻找我们做父母我们渴望的理想的理想中的孩子。那我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那他们今天也都来到了现场。我的女儿25岁，大学已经毕业，在教小朋友跳芭蕾舞。我的儿子坐在台上，他也是大学毕业，现在正在当兵。那我们在邀请分享者，生命故事的分享者，这种家庭成长的分享者，那他就跟我说，爸爸，你们讲这个父母如何成为孩子的心灵捕手，你们有需要
有需要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他自告奋勇说他要上台来，分享他的故事。那他现在正在当兵啊，刚好呢，昨天放假，今天可以来。那最后呢，我想帮助孩子成长，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我个人的心得就是相信，相信你的孩子，相信生命。那孩子呢，他总是在成长的过程不完美，他总是会有冲动，总是会有做错事或者事情做失败做不好的时候。那不管怎么样，父母一定要相信孩子。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呢很自动自发，把功课当作一回事，他的生活呢井然有序。另外一个呢，他一点都不在乎功课，他的最大的座右铭就是玩，玩是一切。然后他的生活呢，在混乱中他找到自己。那走进他的房间，东西到处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孩子。那我太太常常会怀疑，说这个混乱的孩子将来会有前途吗？但是这个问题呢，从来没有在我脑海中出现。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前途，而且呢，他一定会成长得比我们做父母的还要好。那果然呢，在这成长的过程里面，透过很多他个人自己生命的经验、遭遇跟体验，他为自己找到了很多的观点，找到了很多行为的典范。那他也开始逐渐对功课、对人生开始认真起来。那我也相信，因为父母对孩子的信任，父母对孩子生命的未来他具有一种信心，那孩子呢，他一定会找到对自己生命还有对他未来发展的一种责任感。那教出怎么样的孩子，不是要看小孩，而是要看父母。所以做父母亲的，不要只是看见你的孩子，你要看见自己，而且要看见自己的过去，自己成长中的一些困难，自己在人生中在哪些地方你曾经受伤过，那样的伤口在你今天做人家的父母之前有没有机会去面对去处理。因为我们生命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常常认为主观的上面来讲，绝大部分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